永远都要回答一次，我觉得你今天得问死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热。为什么并不是什么叫没有暴动，因为那一天我的手受伤了，然后呢我们穿了很多的衣服，所以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。我再一次为小金证明你的力气还是很大的。对，没错，主要还是怪我，但我觉得这个锅还是我来背。我为什么要受伤？为什么那天骑马？因为我们两个骑马了。对，为什么要骑马？因为有这样的戏份，所以其实是剧本的问题。对，